去年钟一宪同埋麦贝儿凭住合唱歌 hit 爆成功弹出，佢哋情侣档嘅形象简直系深入民心。而近期佢哋就不时走访学校担任表演嘉宾，俘虏咗好多学生哥嘅心噶。而上个月 Jason 同埋 Karin 就去咗城大担任音乐比赛嘅嘉宾，佢哋两个更加破天荒攞咗手机同学生一齐边唱歌边自拍添。当时有好多学生哥叫佢哋嘴嘴噶，不过 Jason 同 Karin 佢就话：我哋又唔系真系情侣，所以唔嘴啦。但系佢哋两个都话，如果拍戏要嘴嘅话，佢哋唔介意嘴对方噶。嘉欣佢哋已经 friend 到，连换衫一齐换都唔介意啊！吓 ，Jason 你自己唔介意咋嘛？